我自己来吧，真的。这样。还疼吗？啊？还疼吗？嗯，不疼吧。不要吹了。哎，那还你太大惊小怪了吧？现在好点了吧？这个纸还可以热擤鼻涕。哎，那个，怎么了？这没关系的。那个又没有，又不是脏，对不对？只是沾了一点水。那你留下来再擤鼻涕，再擦嘴巴，非常正常。准备睡了。他还把我的纸给扔掉，真没关系的。现在好没有？现在好了，好了，真没事儿。确定好了、啊？确定好了。家人们，让你们担心了，让你们担心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让你们担心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用肥皂水洗了应该就可以了吧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，是可以还是不行啊？嗯，啊，还用盐水擦一下伤口啊？每个人说的怎么都不一样呀。我那个我觉得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那个谢谢家人们，也谢谢白大哥，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。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哇，我感觉有弄一个小小的伤口都被这么多人关心。盐水很疼的，我也太幸福了吧。盐水很疼的。太幸福了，真的。他吃一个，这个黄瓜你吃不吃？啊，对。吃吧。不吃，白大哥吃不吃？我不吃，不吃。还这个？嗯，不吃。还一个，我吃了水的一个，这个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嗯。用高度白酒擦一下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不开玩笑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开玩笑啊！师傅，你刚刚准备问我什么问题啊？这个问题我感觉没有必要问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感觉你会。你不是准备问我个问题吗？你刚刚说的。刚刚加吗？我是准备。啊，千万不能装上，因为刚刚有的加们说用那个肥皂水洗一下就好了。那个刚刚问的问题，我感觉经过这么一轮的话，我都感觉没有必要再问白大哥了。啊，你到底要问什么吗？啊，我都没明白你。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没有必要问了。你准备问什么吗？你说嘛。爸爸，那个，你叔叔也想聊天吗？什么吗？我想吃黄瓜。哦，没事，爸，那个没事。啊，你们娘嘛，我在吃黄瓜。爸说你们娘嘛，我在吃黄瓜。你说呀。啊。你说呀，我不知道你说准备说什么。嗯。你现在还手真的还疼吗？不疼吗？你是准备说啥吗？你不说话了呢怎么？啊？说的怎么了？嗯，不太说得出口。悄悄等一下哈，张们，不好意思，悄悄因为悄悄的说，你老爸怎么还不睡觉呀？嗯、啊，爸爸那个，这样吧，家人们，趁师傅这段时间，现在8:30，爸爸还没叫，还没到睡觉时间。我一直等着你两个，那么什么睡觉呢？家人们，那这样吧，我们把赞赞点到15万去。爸爸，那个家门说把赞赞点到150000、200000的时候，让你去睡觉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啊？那辛苦了，好吗？爸爸说好吗？什么点赞？
叔叔，你不要开玩笑。开玩笑的，家人们。别开玩笑，别玩笑。点到15万，叔叔也不睡觉呀。大家辛苦了。一起坐着聊天，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三个人坐着聊天吧。嗯。妈妈没有过来。对。家人们可以的话就帮忙点点赞就行了，大家齐刷刷的把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，长按住个20秒、30秒，可以不？长按住一个30秒左右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播间20000人一起把那个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，谢谢，嗯，长按住就可以了，你就感受到那个抖动了啊。家里也不管了吗？不，点到15万、20万，叔叔不想睡觉的话不会去睡觉哈，就是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嗯。嗯，家里面羊都卖了，然后猪的话二姨帮我们养着了，因为我们10月份要回家过年嘛。嗯，现在是马上9月份了，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过彝族年了。嗯，到时候你会不会去啊？彝族年啊？彝族年啥时候？11月20号过年。对呀。啊，去你们家过年啊。哎，爸。嗯，那个，嗯，什么？白大哥可以去我们家过年的吗？怎么不可以了？我爸说都说可以。你的家人们、粉丝们都愿意过来的，可以请他们过来吗？哇，那你要不要去呀？啊，你要邀请我的话，我肯定要去。我爸说好，我说让白大哥彝族年的时候去我们家一起过年，他说可以的。你怎么想的？就是过年是谁都可以去的吗？还是我以什么身份去？还有2个多月。还有2个多月。以什么身份去？啊。嗯。我不知道。啊。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你们家过年吗？如果是偶尔来玩一下那种的话，什么人都可以。如果是从。头天晚上，团就是说一家人团圆是家人才可以团圆，然后到第二天，一早天没亮的时候就杀猪宰羊，杀猪，然后灌香肠、熏腊肉、做腊肉，如果全程步骤都在的话，那就是，那就是什么？这样子挺辛苦的，16。那就是叔叔，我不怕苦的，我不怕苦的。你会杀猪吗？学习，到时候学习嘛。你会挂香肠不？挂香肠这些都可以学的呀。做腊肉会不会？你教我呀。爸爸。嗯。白大哥说他就是彝族年的时候，他帮我们挂香肠、做腊肉，然后帮我们宰猪。可以啊，我们一起。做吧，你真的要去？太累人了，很累人的，很辛苦的。很累。然后又是冬天，下着雪，很辛苦，手很冰的，我怕你受不了。不会的，只要在你，我叔叔在那儿。那你跟我爸说一下。嗯。你跟我爸说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叔叔你，到时候我一直过年什么都选择的。爸，我跟你讲啊，白大哥做农活可厉害了，他会割猪草，然后弄那些很非常厉害。割猪草挺辛苦的。嗯。对。身上都是太脏了，还有血，有些都是杀不杀去才对。这些我都没问题的，叔叔，相信我。我可以的。那好，我们。会死他那时候跟着我们过去吗？我真的干活挺厉害的，我可能比师傅还厉害。对，他比我还厉害，做干活，反正他特别厉害，我跟你讲。那就对了。他什么都能干。啊，那就对了。你看。那就这么定了哈，彝族年的时候我要去你们家过年。有一句话把我笑的。怎么了？抓紧给白总名分。啊，怎么了？他们说让我给你名分。你当着叔叔的面给一个。
啊，关你么不啦？这个话我上给你儿子好不好？啊关。窗，这是你家还是白总家？这不是我家，这是白大哥的。我家不是不是，这是十五的家，现在是十五住在这里的。怎么可能？开玩笑，刚刚很多人说公司不管我，前几天就才回公司一趟，就回去了六七天吧，把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，然后现在又回到云南这边。我说了十五，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去支持他，我说说话算话，我不会就这样半途而废，做到一半就不去做这个事情了，好吧。那一周年你真的要跟我们回去吗？一周年一定回去。真的啊？是多少号来着？11月20号。十一月二十号。对啊，过年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全部给我啊，到时候我要来。我觉得你，我那些问题都感觉问了都是问的白问。你刚刚准备问我问题的吗？你说的。那些问题都有点白问。你说嘛，你说出来，不然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。这会儿叔叔没在了，刚刚叔叔，你说叔叔在，不好意思嘛。这样吧，刚刚在的所有家人还在的。就是在直播间的家人们全屏打一个在字啊，然后十五刚刚说了要当着你们的面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全屏打一个在字好不好，全屏打一个在字。十五我不知道十五要问啥，但十五刚刚说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问了这个问题。那你不说是我心里面我不知道你要问啥呀，对不对？这个问题我感觉我都觉得，你看全屏都在打在打，所有人都在打在啊。我都觉得这个问题问不问我都觉得无所谓了。你到底问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问这个问题有点在预知未来，再一点是我觉得家们，那有些未来可以预知的话我们可以去预知的呀，就比如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可能是按照我们计划当中的事情。你会不会有一天突然离开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幸福了。你是害怕我离开你吗？如果啊。十五没有掉粉大家的胃口，这个是真的。十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幸福非常美好，所以我才说家们都在不在，我很怕有一天。这个问题真，我一万个肯定能回答你，不回答，真的。你放心。真的有点害怕的，还是挺害怕的。我今天我觉得最近慢慢的放开了自己，所以有些问题我就大胆的问出来。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美好，非常幸福，但是我也很怕有一天，就是万一我去迈出了那一步，然后也说了一些话之后，我就害怕你突然离开了。好了，家们都没事了。叔，不会的，永远不会。只要你愿意，不管在哪里啊，不管在四川，不管在云南，不管去杭州也好，在哪儿都可以啊。只要你想待的地方，我都在你身边。我相信你。家人们，全屏打一个开心两个字可以不？全屏打一个开心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失误，既然
那什么的话，我觉得啊，不说这个。那这样吧，我觉得你过去一点点，我跟家人们说句话。说什么？嗯。说什么？你过去一点吗？变坏了，我没有坏，家人们，这个。你过去一点，我跟家人们说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嗯。你离远一点吧。家人们好，十五刚刚这么说的意思，我觉得应该是很直白了。然后，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要好好准备一下子，然后就要让这个事情有一个着落了。本来之前上一次，安排了一些事情，然后有些小插曲嘛。但是不管现在发生什么，我都坚定了，然后一定会给他这个事情一个满意的走向，而且我们俩一定会走到一起去，真的。我特别特别开心，刚刚师傅这样问这个问题的话，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所现在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而且是能让我真正开心的，能让我真正感受到这种快乐的。谢谢大家，有你们真的特别特别好啊！我希望你们能也永远支持我们，永远鼓励我们，让见证我们的那一刻，好吧？愿意支持我们的话，全屏打一个支持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，好吧？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在嘿你干嘛？你在叽里咕噜的说什么？我们在说悄悄话，你不要偷听嘛，哈哈。谢谢全民大所有家人们带来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很好很满意的那什么啊，特别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鼓励，谢谢你们的陪伴啊。我们全屏再次把一家人三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呀。吃猕猴桃，这么多猕猴桃从老家寄过来，都说了些什么？家人们打在公屏上。啊，你说什么呀？让师傅看一下。什么嘛，一家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就是一家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咱们打在公屏上。都打了呀，全屏都打了一家人呀，你看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永远在一起。永远在一起，家人们，全屏打在一起吧，好不好？全屏打一个在一起啊，全屏打一波在一起，哈哈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家人们，你们应该能感受得到我的这份喜悦，真的。我会尽快让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尽快有一个着落的，好不好？怎么都打在一啊？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意思是不？刚刚说了什么？怎么没有一个人打出来啊？真的，你看全屏都在打在一起啊！家人们，这样子啊，全屏再给小白打波进啊，全屏再把加油两个字扣在公屏上，然后啊，真的没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能给到大家的，我只能啊，在这个地方全屏打一个加油，好不好？全屏打个加油，给小白鼓励一波，然后小白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能给到大家的，在云南现在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然后我只能通过食物我们俩收回来的这些东西来回馈吧，来感恩，来感激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，我爱你们，家人们啊，我爱你们。哎，我稍等一下啊。刚刚说了什么啊？怎么都胳膊肘怎么没有向我拐的呀？家人们，为什么白大哥说什么你们都不打在公屏上，然后我说什么你们就爱个白大哥打在公屏上？这样子啊，家人们啊，不说那个事情了，我只能拿出十五我们俩说的这个，就是我们俩最有代表性的哈，然后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包子。我小白现在在云南，没有什么能回的那啥的。如果下次我去四川，我在杭州去，我一定又拿其他东西来回馈你们。在云南啊，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包子粉啊，如果有第一次进到我们直播间的，我只有拿这个来回馈你们啊。然后老粉丝也一样。